成祥的演唱，嗯，听得出来很想要两万块啊，哈！哇，我们马上先有请我们的子鸿老师先讲评，谢谢。今天他唱歌的态度非常好，哈，给他感觉很没有压力，很舒服。那基本上整体表现都不错，唯一一点点就是高音的地方呢有点紧了，好，听起来会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其他大致上我觉得很。在天上飘，鸟儿在空中飞，鱼儿在水底游。以为的笔杆能轻悠悠自在的我，好满足此刻的拥有。他讲的差不多跟子鸿一样，就是舒舒服服的，简简单单，但是高音有几个音是不准的。但是还好啦，你才17岁嘛。对。继续努力。17岁很好笑吗？啊，那18岁要怎样笑？笑个18岁。啊，19岁呢？哦，你看他真的笑不一样哦，哦，很可爱啊。哎，林志炫老师觉得。这首歌其实应该要说，我看到歌词跟旋律看起来是它是难唱的，因为像云儿在天上飘，鸟儿在空中飞，鱼儿在水里游，这个感觉是非常悠游自在的。所以在唱这个旋律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游刃有余要非常的够，因为里面有一些声音其实唱的相对来讲比较勉强。好。张宇老师认为，我的意见是，我有看到那个画面，我有看到云儿在天上飘，鸟儿在空中飞，鱼儿在水里游，但是我有看到，为什么我有看到？因为你的声音的特色，你的声音的清晰度，让我有看到这种画面。但是，我觉得在画面里面，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你没有在那里面，就是我看到了画面，但是没有你，啊，哦，也会太悬。有听懂吗？其实可以唱得更放一点，肢体语言更开一点，没有关系，让我们感受到你有enjoy在这样的美丽的风景里面。诶，张宇老师说到这个重点，他就说他有没有在里面，哦，他可能你还是有一点点在比赛的状态里，因为他唱到后来的时候他有这样，哦，手出去，对不对？自己给自己一个大拇指，哦，哎呀，自己觉得自己唱得还不错，一跺赞的感觉，这样有你掉画面就知道了。好，舞台魅力， Roger 老师认为，如果以一个17岁的大男生杨千祥他在台上的表现算是蛮稳健的，因为至少他很轻松的然后把这个歌唱完，然后他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我觉得那个态度很好。那个这个歌本来就应该用一个这样子的态度来唱。他一直很松呢。你一轮琴肌肉太大块，借太小 size， 拍水，衣服很紧。可是我是说你的状态，你的心情还蛮放松的，是不是？还好哦。你什么时候会哭哈？还好，不会啊。哦，马上第一位很放松、很轻松，这位山里来的划船王子，马上我们要看看他能够得到几分，请评审按灯。一号杨丞祥得到的分数是。星光评审将经历最难熬的一夜。对，山里来的划船王子，马上我们要看看他能够得到几分，请评审按灯。一号杨丞祥得到的分数是6分。好，谢老师，6分。会不会很想哭？你是星光大道有史以来最低分的一位选手啊！怎么会只有6分？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为什么？你不了解我的明白吗？刚刚老师有解释过了，因为每一个人来，我们都是从60分起跳的，这样懂吗？所以他们今天会从0分开始给分。好，这样了解了哈。好，他有一点点会觉得有点受到打击吗？他还是在笑。你知道这个给分的标准是这个意思，六分加上去就是80分的意思了啦。因为我们从60，你眼睛湿湿的呢，不要哭，因为我们刚刚张宇老师解释一下啦。我快要哭了，给你2分，表示我心里面觉得你是80分啦。应该是说你6分是说在还不错的水准之下再加6分，哭了这个意思。他终于哭了。
人生的第一滴的眼泪就给了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你懂那个意思吗？要习惯，不是今天评分标准跟以前不一样啊，怎么了呢？糟糕，第一位选手就哭了，来，佩慈来发卫生纸了，来，来，怎么了？今天给分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懂吗？我还要特别解释一下，我刚刚忘记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样做，因为今天跟以前的方式是不一样，因为以前是一对一这样 PK， 所以我们给那个方式它没有什么不公平，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只选出前三个，完全是按照分数来选，所以我们会刻意拉大，所以这一集会这样子的原因是这样，你懂吗？有可能今天最高分只有九分，所以你是六分，这样你懂吗？蛮好笑的，蛮好笑。没有，你笑一下，我们不是在笑你啊，也是啦，也是在笑你。是不是是笑你现在这个状态？怎么突然刚刚说这一辈子都没有哭过呢？你心情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你怕回去学校被笑是不是？怕部落里面的朋友一喝酒就拿这个说，哎，六分哈，六分钟还可以呼一声嘞，哈哈哈哈。好，这样懂了吗，孩子？懂了哈。刚刚突然吓到，对不对？老师的音乐。哇，哇，你他好多愁善感，只要有这个音乐。好，老师，你给他快乐一点音乐，我们看一下，他应该就会笑了。OK 吗？哎呀，还是真的被陶，对不起，陶子姐刚刚讲了一句说有史以来最低分。这是一句实话，但不是说你唱不好，是说我们给分突然变这样子而已。这样，你唱得很好，谢谢，好不好？很好嘛，对不对？大家掌声鼓励，唱得真的，哎呦，今天情绪怎么一开始很紧张，到这边又变得又哭又笑，哎，还蛮好笑，好啦哈，那外套下去赶快脱掉跑一跑，心情会好一点，好不好？哈，这分数已经不错了，我们在这边热情的掌声，谢谢杨丞翔。给分方式是不一样，所以希望后面的都不要被吓到，大家加油。接下来的选手看到这个分数心里有底哦，不要每一个都被吓到哦，好不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千娜，请出列。星光二班的台语小天后李千娜，有着独特的嗓音以及亮丽的外表，今天重回到这久违的舞台，她也将带来突破以往的演出。其实当天被淘汰的时候很难过，因为难过是因为离开大家，回家之后有慢慢调试自己的心情，所以其实还好。歌迷的支持对千娜产生了极大的鼓舞，而为了能有更好的表现，她也做了许多不同的准备哦。我从回去开始就是开始调身体，那我就开始吃中药，然后再来就是我每天都会上健身房去运动，然后练自己的肺活量。爸爸也把他的秘密武器就是把他的 KTV 音响全部搬来我的房间，让我练唱，每天不断的练唱。因为之前我都唱台语歌，然后这一次我比较不一样，就是想要选择中文歌，就希望说我也可以把就是中文歌诠释的跟台语歌一样好，就是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李千娜。经过了长时间的休息及调养，这次想要突破自我的千娜能够顺利的完成演出吗？这次的选歌跟以往就不太一样了。对啊，你今天选的是中文歌。中文歌，温岚的《北斗星》。为什么不唱台语歌？想要就是做改编，就唱不一样的歌。这个企图心跟这个态度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也一直在往前自我挑战。不过在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包括星光二班的魏如云还有林佩瑶为什么没有回来这个就是资格争夺赛呢？因为呢这个魏如云说他真的是觉得要专心写歌，他觉得他可能就因为很多人都回去充电了嘛，那其实一直在比赛的选手没有充到，所以难免自己会有点心慌齁，或觉得空空的。那另外林佩瑶说他再不飞就没有工作啦齁，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再回到比赛。那么千娜，这个刚看到第一位六分，会有影响心情吗？不会，就了解了嘛，明白了。OK， 马上来欢迎我们千娜的演出，谢谢。